叶子有时候会有点变红，然后这边有花有果，花很漂亮啊、哦！有没有看到它的花？啊？啊、哦，有人说是橄榄哦，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你们能看过这个在其实，在海边比较多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海芒果，海芒果了哈，芒果可不可以吃啊？芒果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哦。那这个海芒果可不可以吃？这个不可以哈、哦，它是夹竹桃科的，它有毒啊哈。而且你知道那个还它的那个果特别毒啊哈。有没有看它的果？为什么叫海芒果？是因为它的果实，它这个算是比较小哈，因为这个在都市地方哈，如果到海边你会看到比较大颗的哈。这个以前人家这个讨厌哈，那个邻居的狗会咬的或干嘛的，就把那个海芒果哈，把它里面那个种子哈，把它剁一剁哈，然后把它怎么样掺在那个食物肉包子里面哈，肉包子打狗哈，就毒那个狗，那个很坏心的时候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弄哈。以前的时候了哈，所以我们看它那个花，它那个花是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哈。所以这棵树叫海芒果。如果我们到海边的话，其实这种树就会看到很多。像如果你有去淡水或去巴黎那一带，就看到哇，沿路很多这种树哈。